大王叫我来巡山。Hello， 探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思如，今天是2020年7月11号，我现在位于梅州市梅江群雁山下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后面的群雁烧麦店？这间店呢，就是我今天要探的店。这间店的烧麦呢，不但做得好吃，而且店家呢，还有一套独特的吆喝方法，成功的去吸引了食客的眼球和好奇心。那今天呢，我就带探友们进店探一探。我现在已经准备进店了。还在门口就已经听到了店主的吆喝声了。今天星期六，这里人呢特别多，那我就随便找一个桌听一下吧。看看这烧麦，我的已经上来了，两碟烧麦，一碟四个，一碗牛肉汤。这辣椒是指店主自己做的。这烧麦，蘸一下辣椒。烧麦和辣椒真是绝配。哎，再来给我一点哈、啊！再拿一点、啊。对对对，哦，两碟不够吃。这牛肉汤，咸菜牛肉汤。一般唔可以双鱼咩？台湾四号，喺个台湾七号咗。哎，咁多官员。来梅州吃烧麦，告诉你哦。吃饱了，打包带回家。哎呦，差点忘了。大王叫我来巡山，我把人情交。